它是诗人向往的世外桃源，龙潭小铺的所在地。贺绍新览这座低调的小村庄，在两年时间里完成了它的蝶变。岸边曾经的蘑菇房演变为别具匠心的文创摇篮，在这里放飞梦想的纸飞机，也放飞新览人对新生活的期盼。澄澈晶莹的龙溪演奏着水印长青的音符，探访朝鲜古桥新迹，游在游哉间追忆童年时光，沐浴春日暖阳，沉浸在绚丽的山樱花下，不由得停下了脚步。乃是田园乡间的野趣，须臾间将你挽留。我看到了古人诗里的美景，尽在这山抹微云间。休闲的时光总是如此曼妙，享受安静的阅读，享受午后的暖阳，享受音乐的鼓点，还有一杯可口的咖啡。在轻柔的晚风里，品几道精致的菜肴，抿一口佳酿，收纳最真的梦。沿龙溪漫步，游人渐近渐远的琼音，是乡间跳跃的音符，似远似近的灯火阑珊，装扮了夜的梦幻。一起在这静谧的时光享受一段悠闲吧。